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专家，魏东旭老师、熊伟老师，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聚焦两款宣称正处于研发状态当中的所谓隐身战机啊，韩国的 KF-21 猎鹰和俄罗斯的苏75将军。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关于他们的最新消息。2021年，俄罗斯苏霍伊公司在迪拜航展上为其最新研发的中型战斗机苏75将军举行了一场绚丽的发布会。声光特效结合炫酷的视频，详细介绍了苏75的各项性能和优越性。俄方称，苏75战机预计将于2023年首飞，2026年进入批量生产。俄济集团估计其售价将定为3000万美元，远低于同是单发隐身战斗机的 F-35 的价格。2022年2月，韩国正在研发的隐身战斗机 KF-21 猎鹰的3号原型机首次亮相。据报道，韩国将于2022年6月进行 KF-21 战斗机首飞，较原计划提前1个月。好，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隐身战机军售市场未来两个潜在的搅局者。我们首先呢来说一说去年两次在航展上高调亮相的苏75将军。东旭老师，关于苏75的市场前景您怎么看？苏75这一款隐形战斗机采用了很多全新的设计理念，我们看外形上还是非常霸气的，而且名字很响亮，将军或者是这个绝杀，说明俄罗斯军队对于它是寄予厚望的。但是目前它确实面临很多的困难或者是限制性的因素，首先就是缺钱。因为想把一款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隐形战斗机送上天空，这是需要大量早期的这种投入，也就是这个研发经费。那么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体系能不能把钱凑出来不好说，所以他希望采用国际众筹的方式，也就是走 F-35 的这种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但是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产品的出口，包括这种国防技术的合作，是肯定要进行打压的。比如说中东有一些客户，他确实想和俄罗斯共同联合研发非常先进的隐形战斗机，但是呢，他怕不怕美国的这种制裁和报复，那么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干扰性的因素。所以想法太多呢，有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啊。将军有可能没有将别人一军，可能会不会给自己制造了一些麻烦，将了自己一军。那么下面我们说说同样在去年高调亮相，后来据说呢又拆回了零件状态的韩国的 KF-21 啊。熊伟老师，这款战机在您看来未来会成为隐身战机市场的潜在搅局者吗？我不太看好它这款飞机。不太看好，对，为什么？我觉得它可能不仅成不了搅局者，最后能不能研制成功恐怕都要打一定的问号。因为这个它这架飞机应该来说是韩国的一个形象工程，就是说啊，我能够研制4代隐身战斗机了。但实际上这款飞机里面有很多地方是要跟美国公司合作的，而且它现在从设计来说的话也基本是照抄的 F-22。那么在这里头美国公司能够给它提供多少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先进的技术支持，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个，这个飞机出来了以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位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直接瞄准的 F-35， 美国是否允许这样一个飞机最后进入到国际市场，我觉得是存很大的疑问。虽然韩国以前可能有不少的自己研制产品的外销的比较好的成绩，像什么 T-50 啊 K-9， 但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发现这些产品都是美国没有什么对应装备，或者说美国不太去愿意投入精力去研制的这些装备，就是他们不在意的地方。对对，有一个空间。对，就完全是可能美国人不想要这块市场，那你韩国人做一做，或者是拿韩国人去搅欧洲人的这个市场的局。但是要弄这样一款飞机去搅 F-35 的局，我觉得美国人恐怕根本不会允许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两款战机啊，我们分别从气动外形、动力系统以及航电和武器系统方面综合的来分析一下这两款战机，看看他们究竟能否成为未来真正市场的搅局者。我们来看短片。2021年4月9日，韩国隐身战斗机 KFX 计划的首架原型机高调举行了下线仪式，被正式命名为 KF-21 猎鹰。猎鹰的外形与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高度相似，长 16.9 米，翼展 11.2 米，
比猛禽各小了2米左右。巧合的是，猎鹰正是一种小型猛禽。与 F-22 一样， KF-21 采用了双发双垂尾布局，主翼和水平尾翼采用小展弦比梯形翼面，机头采用隐身性较好的菱形设计。不过由于 KF-21 体型过小，没有设计内部弹舱，而是采用了6个翼下挂架和机腹4个半埋式外挂点，机身侧面还有2个传感器外挂点。这种外挂方式无疑会让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大幅增加，因此许多军事专家认为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隐身战斗机。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研发的苏-75将军战斗机在2021年的莫斯科航展上首次亮相。作为一种隐身中型战斗机，苏-75的外形具有明显的隐身化设计。它采用与苏-57相似的切尖菱形机翼，但没有水平尾翼，2个垂尾有很大的外倾角，垂尾的内侧有扁平的冷却进气口。苏-75在外观上最独特的设计就是它的进气道，位于驾驶舱下方的下颚进气道向上延伸至机头两侧，进气道的上缘与内倾的机身侧面组成一个较窄的边条，向后一直延伸到发动机两侧的尾撑。这种独特的进气道设计不同于历史上进入部队服役的任何一种喷气式战斗机。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分析了猎鹰和将军的气动外形，同时呢也提到由于没有配备内置弹舱，所以很多人认为猎鹰根本就算不上隐身战机。魏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确实有道理，因为韩国的这款隐形战斗机可以说就是超 F-22 猛禽的这种整体的外形和气动超作业超作业，但是这个作业不仅没有超满分，而且超了一个不及格因为它早期生产的第一批次的这种KF-21 它是没有内置弹舱的。大家都知道内置弹舱的设计是非常复杂，因为一旦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打开了内置弹舱，那么飞机整个的气动状态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那么韩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对于内置弹舱它完全是零经验，那么美国方面又不愿意分享和共享，所以呢它为了保险起见那么早期的这个型号完全就没有内置弹舱，是肚皮下面贴导弹，那么会极大的损害它的这种隐身的性能，也就是说雷达的反射信号会进一步的这个放大。那么当面临强大对手的时候，也就是说对方的预警体系很完善，眼神很好，那么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 KF-21。 那么如果你这个隐身的斗篷被对手给撕掉了，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下场可能会非常的悲惨。看来东旭老师很不看好这个 KF-21 啊。KF-21 有可能是在拼了命的砸钱要山寨美国的 F-22 的这个气动外形。那么苏-75呢，熊文老师你觉得苏-75在这个整体气动外形上面感觉怎么样，会不会强一些？从现在看到的外形来看的话，它各方面的隐身性能或者气动性能肯定应该是比 KF-21 要强一些。原来俄罗斯设计苏-57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苏-27的影子，是的，所以说它的外形在这些四代隐身机里头大家一直认为相对来说是可能比较差一点的。但现在这苏-75将军这个外形改变应该来说已经是很多了，有了一些以前像美国的 X-32 这样的一些影子，整个外形更加流畅，隐身性能我感觉应该是能够更好。虽然俄罗斯这几年这个航空设计能力和技术确实有所下降，可能经费也比较少，但是这个底子毕竟是还在，肯定是要比韩国要强得多。我感觉应该是还能够达到可能俄罗斯提出来的大部分的这种可能宣传的或者是指标，隐身性上应该还是有一点能够值得期待的。好，我们说这个四代机啊，其实最关键大家就看它的这个隐身性能啊，因为这个在战场上你能不能隐身其实很关键啊。那么在这一项关键因素上呢，刚才两位专家的评价啊，苏-75相比于苏-57进步明显，但是韩国的 KF-21 直接就是抄作业，而且不及格。我们知道隐身战机准入标准4个 S，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隐身，还有超巡、超机动、超级战场态势感知，而在这些因素当中发动机性能对于其中的
超音速巡航和超机动能力呢，就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在这方面，两款战机表现如何？我们来看看短片的分析。KF-21 猎鹰的动力装置是两台通用电气 F414 涡轮风扇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正是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的动力装置，单台加力推力97.9千牛，可使猎鹰达到1.8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比 F-35 系列稍快。但是由于 F414 发动机的非加力推力只有57.8千牛，因此猎鹰并不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据韩国方面称，猎鹰的空重为11.8吨，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5.4吨，载弹量可达7.7吨，达到中型战斗机的标准。韩方声称其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900千米，不过根据推算可知，其内油量比超级大黄蜂更少，因此2900千米的航程应该是挂在副油箱之后的结果。苏七五将军的动力装置预计将使用琉璃卡土星设计局正在研发中的产品30涡扇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同时也将安装在研发中的苏-57M 战斗机和猎人 B 隐身无人机上。相较于现有的 AL-41 系列发动机，产品30采用了全新的结构布局、材料和制造工艺，非加力推力107.9千牛，加力推力可达171.7千牛，可使苏-75达到1.8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根据俄方说法，苏-75最大载弹量可达7.4吨，空战推重比可以达到1.0以上，转场航程可达3000千米以上。好，刚才短片为我们介绍了猎鹰和将军在动力系统方面的总体性能。当然呢，我们知道由于两款战机目前都是处于研发状态啊，都还没有首飞，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呢都是厂商所宣称的啊。我们也知道厂商的宣称和我们实际拿到手的这个货有的时候这个差距还是相当的有一个空间。那么两位老师认为这所谓的厂商宣称当中水分有多少？可以说水分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韩国的这个 KF-21 可以说就是它此前研制的 FA-50 轻型战斗机的一个整容版，除了隐身性能之外，我认为它的空战能力啊，包括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能力，和此前的这个非隐身版的 FA-50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韩国的工业体系，尤其是航空工业体系是不完善的，那么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刚才也跟熊老师私下探讨了，它应该是没有办法进行独立研发、进行独立生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只能是看美国人的脸色，给它什么，它只能用什么，给什么用什么。那么考虑到美国的军火商也好，或者说它的航空工业也好，不太可能把韩国的这种战斗机的产业真正的扶持起来，所以给它的一定是二线产品，不太可能给它最先进的这种航空发动机。那这对它就是个很大的制约。对，对于它的性能和它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其实它是有一个天花板的。那么完全要在美制隐形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下面，同样是这个纸面上的宣传啊，苏-75呢，我们知道在去年两次是吧，在航展上面高调的亮相，而且它数据打出来也很漂亮。熊老师，你认为这些数据当中水分的成分有多大？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肯定也是有一些水分，但是相对来说韩国来说，它水分应该是还是要小一些，它会干一些。对，因为从气动外形上来说的话，毕竟就是这两个飞机的推力，KF-21 要稍微大一点。但是 KF 是一个双发的，整个要从正面来看的话，它的外形肯定就是要比这个苏-75要粗一些，再加上发动机这一块，它完全是依赖美国，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完全可能是拿的是二线产品。现在从看到的数据来看的话，它的推力只相当于 F-22 的一半，那相对来说，俄罗斯呢这个发动机就是甭管性能怎么样的话，它是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对，它相对来说改进提高的这个可信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所以最终拿到的产品
除非美国人给他特别好的发动机给韩国，所以性能上的话，它应该是会有大幅度的缩水。而俄罗斯这个呢，可能会由于研制能力的不足，或者说期望比较高，有一定的缩水。但总体来说，我感觉缩水的幅度要比韩国的好歹要会小一些的。看起来在动力系统方面呢，假如神秘的产品三菱真的像厂商宣传的那么强大，那么单发的苏75可能会在超音速巡航和机动性能方面呢，完全领先双发的 KF21 猎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两者的雷达和机载武器的方面，看看谁更胜一筹。来看短片。KF21 猎鹰的机载雷达采用了韩国国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可同时探测和跟踪数百个地面目标，提供雷达反射面积小于一米目标的清晰图像，最大探测距离200千米左右。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 KF21 战斗机的首批型号仅具备对空作战能力，计划配备的导弹包括欧洲六国联合研发的流星中远程空空导弹，德国的 IRIST 红外制导格斗导弹。 KF21 的第二批型号才会具备对地作战能力，可以挂载美制 GBU 系列制导炸弹、极速炸弹以及韩国已经从德国采购过的金牛座巡航导弹。 KF21 战斗机还有一门20毫米火神加特林机关炮作为固定武器。从腹部视角来看，苏75的进气道下缘向后延伸，形成了一个与机身几乎等长的独木舟状凸台，从前到后分别布置有前起落架舱和一个大型主弹舱。在凸台的两侧，从边条到尾撑形成另一级台阶，布置有侧弹舱和主起落架舱，其中两个狭窄的侧弹舱中可各携带一枚近距格斗空空导弹，这使得苏75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具备侧弹舱的中型隐身战斗机。它的主弹舱中可以挂载3枚中距空空导弹或2枚大型对地反舰弹药，机头的整流罩内配备一台源自苏57战机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机翼翼尖的前后缘各有一块区域画有辐射标志，显示内部保型安装了大功率的雷达设备或者天线，用于周视警戒或电子对抗。刚才短片为我们介绍了猎鹰和将军的传感器系统以及机载武器，我们首先呢来说一说 KF21 猎鹰啊，因为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它的韩国国产有源的相控阵雷达已经安装到了一架波音737的测试平台上，开始进行测试，目前状态如何？我认为首先这个韩国国产要打一个引号，刚才熊老师也提到了，韩国的很多武器装备的研发其实是拿来主义，很多欧洲的技术、美国的技术它拿来换个标，或者说融入了一些韩国的这种零部件啊，就变成了所谓的韩国国产。那么这个机载的相控阵雷达很大程度上还是引进了西方的技术，然后在韩国进行了国产化。因为韩国的这种微电子的产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可能原理它搞不清楚，包括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搞不清楚，但是搞一些配套没有问题。那么以后 KF21 它的这个价格波动一定会非常大，因为它是个定制产品，那么韩国可能会根据国际客户的需求，这个雷达要韩国国产的还是要美国的还是要这个欧洲的，你可以提前告诉我，我可以随时换。与此同时呢，像它的机载导弹包括一些精确制导弹药可能也是这种各国的这个产品都可以进行定制。那么主要还是看客户针对战斗机的性能和作战能力的要求，包括更喜欢哪个国家的这种配套的设备，这个方面韩国有优势，因为它毕竟外部的环境宽松一些。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它可以选，所以看起来韩国方面呢，它未来的难度在于它如何的挑选和如何的适配啊，这些东西包括它的航天系统，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对地攻击的武器弹药，完全取决于它未来想装什么，然后和这个平台能不能进行有效的这种适配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猎鹰呢，目前呢还是纯粹的防空战机，那么在对地攻击方面呢，即使未来具备了能力，估计在它的隐身性能上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来进行补偿。那么作为对比，苏75看起来似乎具备完善的这个对地和空战能力，甚至有人声称它配备了
人工智能系统。熊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宣传可能是噱头比较多，有点夸张。对，因为现在他好像也没有说他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具体是干什么。从一些有限的报道来说的话，他好像还是在地面后勤啊、自检维修这个方面的。那这个人工智能可能和很多以前这个甚至三代这些主流战机所采用的这个可能故障自检啊这种程度差不多。在作战里面，在空战里头或者对地攻击里头实现所谓的人工智能，或者是很多飞机之间的这种很好的信息协调、网络化攻击的话，我觉得以俄罗斯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水平，它应该是还达不到的。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老师一起分析对比了正处于研发当中的韩国 KF-21 猎鹰和俄罗斯的苏-75将军。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印象，猎鹰虽然在研发进度上暂时领先，但是这款战机呢，在很多方面根本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四代隐身战机啊。而反过来，将军虽然具备很多颇具独创性的设计特点，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天使投资人，所以未来钱从哪儿来，能否后续进入量产，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